不行，你要站直，我试一试。你别跳，你别跳，你别跳。你要挂上啊！手都在抖。欢迎大家来秃头。因为传说有。我们队长这么年轻，是不是应该就是那种激进一点、激进一点的，对吧？比较善于有冒险精神。老灵魂，我们是求稳。就是逆着来，就喜欢逆着。你的性格真是拿不住，人格分裂。你听我说，我们站在他边上，他一个字都没有听你在念规则，他就看身边的人在干什么。深深怎么样？好，体重轻的占优势，感觉没站稳。你应该转下的，这个容易倒。你怎么的？能行不？给你弄几个钉钉上。没有用。你们干嘛？你们在那儿蹦？没用，我们都剁了也没用。五个。小花，你们的任务真的有点很刻意啊。但你知道吗？其实凯哥都已经猜到我们任务了。没什么。猜到我们的，凯哥猜到我们。他说了吗？休息的时候他说，你们任务太明显了，我们就。他说每个人拿手机还不明显吗？蓝队的成员们，你们的秘密任务是偷拍蔡徐坤某个身体部位的高清特写。这么细的吗？要这么明显的任务吗？这太明显了，我觉得。你平时跟他机长，你骗他都无所谓，但是一到做正式任务，你就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你误导他，你觉得很大方，一做正式任务，你就整个人就是，就生怕多呼吸一口气。圆的，然后那个三个字，圆的，上面可以看很多地方，可以看很多地方，上面可以看很多地方。地球一，哎，哪边？有一个动画片，然后他爸、爸爸头特别小。我是大头爸爸，小头儿子，是什么儿子？四个。小头儿子，大头爸，小头，大头爸爸，小头爸爸，大头儿子。对，这孩子三个。手电筒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叫那是保安的吧？那保安的这个球。射击。射击。后羿射日。这。一箭双雕，对，双雕。啊！别比划，肚子疼，肚子。我上厕所呢，还。就饿了可以怎么办？点外卖。画的差不多。望梅止渴。画饼充饥。这个是在西安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儿。兵马俑。对。吃的。你看你长得像个倭瓜。哎呀。最后15秒。我真的要吐了。茄子。辣椒。好大的一个会喷水的。鲸鱼。好，时间到。好晕呀、
冷醋。我不适合猜，也不适合猜。我适合看。是蓝队的最后一组，请准备。我们就无论怎么样就往说话那儿走呗。对，就不行就赶紧换房间，我觉得。对，多说。对，压力给到了我们。醒醒，好不好？我醒了呢，别拖小周的后腿。我尽量。两个字。哇哇哇！两个字。小狗，小狗，小狗，马屁股，啊，小马，小驴，海马，屁股，屁股，黑板擦，擦背，搓背，搓背，搓背，电马，兔子，兔子，兔子。乌鸦，这是什么？小鸟。下一个房间，下一个房间。它有两个颜色，黑白斑马，斑马，斑马。对对对对。鼻子很长，大象，大象。我们的那个体育馆，奥运会。鸟巢。对，黄色的。我们最新的口味，阿木西口味。菠萝。哇哦。他们的计策就全到说的那地儿了。对，钥匙，钥匙，钥匙。这是钥匙。两个字，两个人。不行。一共有五个。一个黑，一个白，两个人玩的那个叫什么？围棋，两个字，五子棋，五子棋，一个动词，下围棋，五子棋，五子棋，五子棋，象棋，象棋，两个字的动词。下棋，下棋，对对对。四个字。大惊一跳！这是什么呀？别脸别化了，真的是。见钱眼开，见钱眼开，这俩人。抽筋，抽筋。手舞足蹈，手舞足蹈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放下，放下，这个更难。去说话，去说话，去说话。是形容这个人就是做的东西特别想被别人看到，所以他做的特别夸张，是干嘛？后面疯狂。联想像我们刚才那动作，张牙舞爪。对。还剩三十秒。两个字形容两个人，比如我们分手了，但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关系。藕断藕断丝连。两个字，许仙的粉丝们的最大的坏人，法海。法海，法海是坏人。周深，周深，周深，为你鼓个掌。这一局给你好了，能怎么样了？给你的，太努力了，你赢了。我们得赢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哦，你赢，你完全赢。谢谢老师，教练，我还想翻杯。咱们俩翻。可以喝一整集吗？这样，三、二、一。哎，哎，慢着再扯去 ，OK， 慢着再扯去 ，OK。他们玩的一点也没有激情。啊，真的？假的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真的假？悬疑呀、啊！
真的假的？哇耶！哇耶！耶！悬疑呀！你是卧底呀、啊，深藏不露啊，要不然怎么叫周深呢？灯火里的麝香，灯火里的麝香，好，好，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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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班了啊，上班了，上班了，上钟了，上钟了，哎呀，我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尴尬？对不起。那肯定让深深来啊，我为啥呢？你够不着啊。我爱你，没事。你们俩可以一对，正好他摁上面，你摁下面。不，可不可以帮忙抱起来？我可以点到最高的。真的吗？你试一下。我就在你背后啊，你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一定帮助你。我可以，瞧不起谁呀、啊？哦，可以啊。你什么意思？走走，回家。我虽然很小只，但我也没有这么小只。三、二、一，没摁到，白鹿，忘了就回来。加油加油，没关系。白鹿，你在装修吗？不是啊，八十。好像错了两个。没事没事。好像错了两个，错了两个。漂亮漂亮，大长腿，可以的。可以的，来了来了，宝贝儿。
有一次。啊！记不住了。今天都录完了，还没关系呢。没事儿，说好的，我们一起。就好的，就好的，就好的。